可以可以，你这么……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，也是我自己期待已久的成吉思汗一日体验，终于可以跟馆长合体啦！现在在准备我等一下要带去的护具。那今天的流程听说是会跟馆长先进行重要训练，之后会上擂台进行格斗，最后呢会跟他直播一个小时。听说他今天要练深蹲跟硬举，所以我准备了腰带、护腕、举重鞋、护膝、拉力带。格斗的部分呢，当然看一下我的K1 拳击手套，那我现在在收我的绑带。护齿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东西，保护好你的牙齿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哦。最后还有一个东西，在直播的时候会拿出来送馆长的礼物。噠噠，这个东西给你，没错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那今天这个活动，其实我们自己小小设计了三个挑战。第一个挑战呢，就是成功让馆长笑三次。就大家都知道，平常馆长就是比较不苟言笑一点，或是他就算笑也都是那这一种微微的笑，所以我看能不能让他大笑三次，至少笑出声音那种。第二个任务就是在格斗擂台上面的时候，成功在馆长的脸上打三拳。对，最后一个任务呢，就是成功在今天馆长这支影片里面业配。我们等一下准备出发前往林口馆成吉思汗。馆长，我们来了。耶，我们要去朝圣哦。馆长，我好兴奋，盖伊说要给你一拳中的。看一下一进来，看到 slogan， 不要崇拜偶像，做自己的偶像。你的偶像是谁？当然是我自己啊。你的偶像是谁？当然是我自己。你的偶像是谁？馆长陈思翰。哦、oh! 欸。好的，大家看到我身旁这位庞然大物，就是我们成吉思汗的馆长陈思翰先生。非常荣幸受到你的邀约来到成吉思汗。这馆内非常非常无敌大，那随便器材是非常好，伊利口的杠片、伊利口的杠啊、rog 的杠片，然后还有这个，现在只有这，我们这边有这一台，国外像比赛用的那种架子，直接推就可以马上蹲，通常是穿装的比赛，对，穿装的比较多这一台，对 对, 对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会先跟馆长练深蹲，但是我会跟他用分开的架子。他的蹲太重了、啊，我在旁边蹲我的重量就好了。谢谢馆长，请多多指教。你要蹲多少？80、110、140。他这边是有轮子，所以他移动杠就是可以直接这样，他不用转杠。对啊。波波他预计今年要去比长青组的健力，可以来这边。先适应，多比都有加分。可能一出来就在蹲了，不行就叫你回去啦，放回去，放回去，你蹲过了嘛，放回去。不过像我们的比赛不一样了，我们现在建立来说我们班最大，然后三个边绳，成绩三项，你可以来玩。因为我们等我降到74，谢谢。今天又有团体的钱，我们今天又有加钱，所以今年应该也是蛮看的。怎样？有感受到吗？这个地板反馈。装了啦，好不好？19万了，买了。我们现在装了，来到140。现在馆长分到多少？190。来几个高速？没关系，我们要当自己偶像。我们要当自己偶像。我们要当自己偶像。我的偶像是陈思翰。对气。重哦！那女生他妈有的超猛的，你看女生在拖一举，拖100，上次拖160、170，一个女生，170，然后她很狂哦，她很狂哦，她上去之前她一定要音乐，要音乐，这样，要，然后现在跳她不管，然后她有飞轮丢掉，然后上去，来。
还会特别摆一下，就是不会很狰狞的样子。220，我们再看一下175，175破皮啊，破皮啊，蔡老师真的破皮啊，在成吉思汗破皮啊，没有人会追你，对对对，啊，如果你失败的话，OK， 吸饱吸饱就我们的，吸饱就我们的，可以可以很轻，可以可以，成功了，可以破皮啊，吃饭吃饭，撑。跟大家介绍一位，也是成吉思汗非常有名的人，大胖，专业度非常好，第一次见到本人。看一下这个照片，刷，整排的好吗？可以，你再坐下去，你的脚会软掉。那我最后一个，那我这个推就掉。不过我想请问馆长一个问题，你的手臂几寸？现在应该比较小一点，现在应该20，20寸，16.5，20，差了3.5寸。哎嘘，朝上面一点。下一关，最难嘛。哇，这个重，这个很重。要不要上？腰杠要不要？不用。最强就是我的腰。最强的腰。哎下。哎，馆长我来了，呀呀呀！来位，来位，呀呀呀！好，轻松，轻松。可以，你这样练一练，等一下上擂台不乱的。等一下上擂台吗？我只好玉石俱焚，我会燃烧我自己。上擂台，换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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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勾拳。我们的战那个战略策略策略就是换血。馆长的头巾。快来收起，265公斤，农夫走路，在这边，这个真的很棒，这个一定蹲，对，这很符合我们功能性训练，拿着重物走路，对不对？平常日常生活中都会用到的动作，265，三台冰箱。到我这边来，手套，来个新的给你。哦，真的吗？我有新给他。哦，刚刚干嘛？你没有？你是不是想打了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盖伊，等一下要到格斗教室，他现在在尿尿，他应该是紧张，他怕会漏尿。没错，怕被揍到漏尿。先把膀胱排空比较好。对，你等下揍一拳下去尿。没错，尿就喷出来，那就不好意思。你们对盖伊这种没信心。我们对他很有信心，他有说要揍馆长一拳重的，我们都在等着看而已。
该来啊！我们刚才讲的什么？刚刚说什么？听到盖伊什么尿的？什么尿的？听到什么盖伊什么？盖伊揍揍馆长，要揍一拳揍他。等一下，盖伊，你怎么每一次都是同一个动作？他就走这一招，他这一招不是练了好几次吗？成吉思汗综合格斗铁拳暴君阿仁，他说他拿下散打比赛几个冠军。那你自己选吗？对，我在练。他练完拳套，我在来成吉之前才买。你看一下他有多新，好不好？这个好新的味道。盖伊是一个很认真的人，他不要了，要拍什么片，他都会很认真。好，护士也有。我就差护裆忘了买。用心的，是的。等一下也可以请馆长认真一点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他之前有学过吗？一点点。去哪边学过？进行式。哦，你在进行式学过？两个礼拜。要来才去偷问。对对对。他只去那边稍微。就说他就是一个认真的人，他希望拍片呈现出来，会进行式，感觉会好一点，不是说来摸一摸而已。我们现在会进行一个三分钟的对练，之后呢，下一个回合才会对上我们的 boss 陈之翰馆长。他在旁边，我压力好大哦，那这个霸气在里面都感受得到。Okay. 好，请多多指教，开心。Go。等一下跟馆长也是三分钟还是两分钟？三分钟。嗯，哇，那你这样子感觉很硬哦。有点硬。馆长，感觉之后会被压着打。我会活着回来。好。合拳，合拳。
打好，打好，打打打打打，耶！不打不。他是非常有影响力，而且是我其实是我最想合作的一个 YouTuber， 这是真心话。因为馆长他一直以来，他都是我们健身产业，不管是健力啊、健美或是综合格斗，他是一个非常大的推手。所以在这边就是非常感谢馆长，他推动我们台湾一个健身产业。其实我的网友啊、我的粉丝都非常喜欢馆长。我的每一支影片，他们一定要在下面留言。比如说，我拍一个打拳击机的，好，然后在下面留言说叫馆长打一下，馆长很强，叫馆长打。然后拍一个极限体能挑战，跟馆长打啊什么。拍一个飞机杯，也叫馆长打。刚才你是不是又在往前坐了？哎、欸，不，被发现。我已经都顶到桌子了。不是。就我们这些健身 YouTuber 很难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细一点，人家就会把你截图，然后 po 到网上说，我平常不是很巨，那怎么跟坐在馆长旁边就是没有练？特别减脂一下，粗度不够，至少线条有出来。这次减的很好，很好看。刚看你脱衣服打那个有那种，我们看见一拳的系列，第一面第一神拳，对。哦，但是打起来的感觉。有一种木之内对阴春，然后一拳被打爆的感觉。刚刚在场上，你们是不是看得很紧张？还是想说啊，我要被揍爆？对，我们就想说你要被揍爆。他们都没有给你支持，就是有我一直在当你被打到晕的时候，他们眼神没有透露那种怜悯，或者说你在干嘛的那种。这是你平常跟他们相处之间的。等级三现在应该已经超过5年。对，刚好超过5。那当初是为什么会突然想要开健身房？应该说15年前就很想要开健身房。那时候是全盛时期，是亚历山大最盛，加州再是加州。那我就认为说他们的器材不是很好，
然后重点是收费非常的可怕。在那个时代，健身的一定是贵族，有钱人家才能去健身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想要去开了，到找股东啊，做干嘛的，过了10年我才正式的成立这样子。那有打算要拓展到哪边去吗？因为我的做法比较保守，我希望我的店是，如果有一天我发生意外，他还在，他那个企业精神，教练在产生，哪有办法那么快的？哪有办法那么快？对，我觉得是需要时间的，一间馆平均1年半至2年。现在动力店要开了，那下一个目标是会往哪？本身是希望新北市看能不能再找得到桃园市，不然就是新竹。那新竹真他妈的那第四代是对，然后再没办法的话，就直接下台中。台中的人拜托了，拜托台中开一下。台中的人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盖伊是台中的。台中来，我回台中，我就会去成吉思汗。没错，在经营健身房上面，哪一件事情是最难把它做好？最重要还是人。我们不是卖产品，我们卖的基本上就是。卖专业嘛，那专业谁教？专业是人教嘛。人的七情六欲，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，从诈欺到骗财骗色，到根本乱教，到漫不经心。对人员，我觉得是一个，我们给你一个很好的制度。我砍人是没有在流行里面。5年前的我非常讲感情，后来一直被人家背叛，因为我后来发现做生意是不能讲感情，要讲规则。因为你讲感情，没有跟你比较好就不用遵守，或者我这次你就放他过，这样子会让一个企业下去。我现在250几个员工。每个都跟你讲感情，你怎么可能？只是想起来不难经营，但是你要做到这么像我现在这样子，自己培养很差，现在确定我今年要办我5年了嘛，终于回本一点，我可以开始做啊。今年我也带员工出去旅游，带一体主管出去花了250万，住的都是最顶，真的是最顶。当地苏梅岛最贵的饭店，连当地人都说呢，只要坐计程车从那个饭店出来，都要给他特别贵，因为他们都是攀的。因为一间房间一个晚上要4到8万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馆长的 IG， 他有 po 对台湾猫网，我出来前才看到那个很帅的造型。好了，那其实呢，今天不免俗的，我有准备个小礼物要来送馆长当见面礼，准备了一个非常厉害、非常适合馆长的，有一大一小。这是这个馆长的 size， 馆长 size， 对对对，这两个体验是不一样的。小的那个是追求顶部刺激的，那这个就是送给馆长可以体验看看，因为我知道平常你可能没有用过这个东西。对啊，但是这个应该是比较有乐趣的。对啊，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。这个东西叫做 Tenga 的飞机杯，是目前盖伊我有在代言的一个商品。有需要的朋友呢，影片下方可以有连结，还有我的折扣码，购买的时候输入我的折扣码会有折扣。对，耶、yeah, ！我今天是完成在馆长的影片业配了一个项目，工商巨巨。这个东西其实每个男人都需要啊，如果没有女朋友、没女朋友，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开放的社会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用需求？每个人都嘛装了他妈的斯文人，对不对？他妈没人在的时候，还不是跑到那边去？那我也有个东西啦，有个东西啦。哦，馆长的礼物，今天人多了，我先拿一个拳套，什么客制化的拳套，太感动了，我要现场就把它带起来。这次卖到缺货，卖到大缺货，全台湾都在抢。最后两个，对，这是我们仓库库存的仅剩的两个。恶名昭彰的袜子，好，我帮你再换一下。它这个是莱卡标签，就是说它内涵是莱卡的材质，莱卡的材质很好，穿起来舒服，正 MIT， 每一个过程都是由我们社头的。这些老弱妇孺、家世不好的，我们都是找这种给他代购。馆长真的是很照顾台湾。哇，还有帽子，没有帽子，今天很。这个是3D 立体球，恶名昭彰的帽子，都是3D 立体球。应该你慢慢需要帽子。对，你的头发，你的头发越来越少。不要这样，喂。慢慢需要帽子，喂。还有肌肉，它只要会就可以吃的。我超想吃这个，会就可以吃。我超级想吃它，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很多，也有很多网友跟我说，馆长鸡胸肉很好吃，而且听说口味很多。然后我们有头发3000多，我们的柔软度，就是咬下去的柔软度，也是柔软度。它是葱香最多人喜欢吃的。馆长的这个人像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商标了，有馆长的人像就是一个品牌保证。还有非常多的国际，包括国际也认证的，然后这个台湾本身也认证，一整排，这是一整排的认证，一整排，所以整盒卖不贵，因为我们周六卖多少？700多，对，700多，它里面10片，可以吃很久，早对，方便啊，就是可能2人加泡个泡面，就把它拿出来退，啊，这个要带啊。
好的，那今天真的非常荣幸，也非常谢谢馆长。我觉得今天这个一日的成吉思汗体验，真的是我一辈子终身难忘。然后今天也是有加够量，你看我光是拿这些花球，哇，恶名昭彰带回家。尤其是跟馆长上擂台那一趴，我梦寐以求，也是你们梦寐以求，对不对？每个都说什么啊？我就算我骨折，我也想上去给馆长踢一脚。你去给他踢看看就知道了。我想跟你们讲一下，就是馆长的拳就像一铅球，就这样，嘣，嘣，然后你就嘣，然后我想说我要吃一拳还击，然后嘣，然后是不是完掉？很难摸到馆长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可以看一下馆长那几个鞭腿位置有到，但是他力量也没塞进来，不然我觉得我第一腿我就趴在地上两分钟站不起来。嘉一，你是不是觉得你的换血策略根本没有血跟他换？我本来想说，我今天是打一个换血勾拳流，吃一拳进去之后，从你的肚子捞捞捞捞到头，给你一个勾拳。但是馆长笑，真的看到这画面。我记得这几天嘉一一直在幻想这个画面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。我是健嘉一，陈之翰馆长。下次见，拜拜。又在抢这个前面了。你们这样子勉强还可以，这样子勉强还比较轻。